聆听患者强大压力，新词完美演出惊艳全场啦！还需要幸福。唱出这样的味道，其实是很特殊的，让人家很期待在看之后的演出的。这小小的舞台有我大大的梦想，我觉得你今天有唱出那个感觉，站在舞台上面，我觉得你就是一颗很闪亮的一个明日之星的感觉，非常好。